好，今仔日韩江师傅对厦门倒来，看到陈化成放下郑兄弟，家己一个去佚佗，甲日头落山，甲安尼醉茫茫倒来，受气到底，隐形位倒顶拍落去，跪啊！打大师兄陈业辉趁着这个时阵，问陈化成讲。伯先生，你是不是去阿片馆，还是去开查某啊？啊，赶紧甲师傅认得。吴伯林真受气的，认得陈业辉，细声问：伯先生，真实的陈化成看到韩江师傅披红脚发，知影这文档是大师兄陈业辉伫咧遐变身换色。啊，不过呢，认真想来，今仔日确实是家己失职，一时啊，也是有口难辩，规气咱跪伫咧遐，一句话也唔敢讲什么。但韩江师傅更加生气，大声话讲：“搞我出去，搞我出去！”讲煞现出灯头，我陈化成无想到师傅会遐尼无情，会来甲处理。啊！他伊平常时尊敬师傅，那亲像是对家己老爸安尼。啊！他予师傅赶出门，哇！迄是要比第一的命，搁较艰苦。吴宝林扛了半日，陈化成啊是跪伫遐，目屎流，目屎滴，无办法。宝林只好去请蔡阿母。